朋友你好，这里是为你读诗，我是陈星旭。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怀着希望去生活，或许是世上最令人幸福的事情。今夜与你分享一首智利诗人巴布洛·聂鲁达的作品，和他在一起。有你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甜的。正因为时事艰辛，你要等着我，让我们怀着希望去生活，把你纤细的小手给我，让我们去攀登和经受，去感受和突破我们曾闯过荆棘之地，屈伸过石块堆砌的窝里，我们又重新结成伴侣。正因为岁月漫长，你要等着我，带上一只篮子，你的铁锨，你的衣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不仅仅是为了石竹和丁香，也不是去寻找蜜糖，需要用我们的手去冲刷，去放火，看着险恶的世道是否敢与这坚定的四只手和四只眼挑战。